讲出去非世生，邪灵动刀，魔灵哪吒，魔灭所应鬼火，究竟是谁造成出局？胆敢发动攻势转进，四段魔灭连结，白骨哥林国兴替顶吗？一组如岩书这款，成立剑水剑路形式，天物之敌的神秘天机，情要比甲鬼了吗？剑水剑路，西松月会有性命危险吗？我星洲波波打入风船，天魔以计谋有，有办法解救吗？西松月这地，灵火再见呢？神秘到天机，不速有理机，欲知精彩后续，请继续收看吴文德布袋戏《霹雳战魔七金卜》第十三章《斗魂》。说定，我敢不顾风险，霹雳战魔七。